爸爸妈妈不在家。妈妈在医院陪爷爷呢，爸爸刚从医院里出来，这么晚了，你怎么不睡觉？我在和同学聊天呢，您什么时候回来呀？爸爸晚点回去，还有点事儿，你早点睡啊。白科班，我跟你说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正在考虑。那起码有一个初步的想法吧。你想听什么样的想法？如果你来我们公司，在待遇方面，你还有什么要求？你给的待遇高的吓人啊！我还有什么可说的？那你还在犹豫什么呀？你已经辞职了，你还顾虑什么呢？哎，不对啊，我辞职就非要去你们公司上班不可吗？那你还能去哪儿啊？啊，你说有哪家公司能有我这样的优惠条件？我的战友们骂我是简历网瘾。是，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但就看你怎么把握。柯凡，你看啊，你在公安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我知道你很优秀、很出色，干得也很卖力。但是，真正他们到提拔你的时候，没有提拔你，反而提拔了别人，这说明什么？我不知道。说明他们不再需要你。说明你对他们已经没有用处了。你的存在会让他们感觉到不舒服。但就在这个时候，你遇到了一个意外的机遇，这或许会是你一个全新的转折。我倒霉还来不及呢，还什么全线转折？你不要埋怨你遇上我，其实这是一种缘分，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哎，我怎么没看出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柯凡，你不要在意别人怎么说你啊，只要你得到你实实在在的利益，得到跟你同级别的人所得不到的好处，这才是最主要的。他们虽然在这个官位上略占了你一点点上风，但是你在这个物质上将会超过他们千百倍。你不要觉得他们不会妒忌你，他们会妒忌得发疯，你知道吗？我知道，当你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你或许会对过去的那种探案呀、破案的生活有所依依不舍。但是当你真正步入上流社会，在这个文明和享乐中感受这种现代生活所带给你的充实还有新的刺激的时候，你会改变自己对过去的那种价值观，这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一种全新的征程。柯凡，作为男人啊，你要勇于迈入另一个新的天地，去面对一种全新的生活。哎呀，行了，你呀、啊，你就别给我洗脑了，啊！我知道有钱不是坏事儿，是吧？但是有点我还是没有搞清楚，你们为什么非得要我这么一个外号？我对制药是一点都不懂。说实话，从小到大我最讨厌吃药，对制药更不感兴趣。你给我那么多钱，你不觉得冤枉？我拿着我还觉得烫手。公司总部啊，正是看中了你这种品格，他们也在千方百计地寻找你这种人才。哎，你不觉得我有点个子？是有点啊。但是正是因为你这种独特的个性，你才会在方工意外死亡的案件调查中仗义执言，为我们企业很快恢复生产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你这人吧，总是言过其实。我只不过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来说，至于你们公司生产方面的事情，跟我毫无关系。啊，就是因为我说了两句实话，歪打正着，就成了你们公司的
要寻找的人才。柯凡，说白了，不是我非要你，是我们公司了解了你的情况之后，下指令非要把你这样的人才挖到公司来。没有别的目的啊，市场竞争就是这种人才竞争了。我柯凡也是人才。如果我们这样的条件你都还视而不见、自命不凡，不久的将来，不是我们，而是你自己都会认为你是个蠢材。哎，不带这么几个人呢、啊？都是反的，不要相信啊！你只要喊妈妈，妈妈就会来你身边的。爸爸怎么还不回来？你们整天都在忙什么啊？大人当然是忙工作了。我听爸爸说他已经辞职了，辞职就是不上班了。为什么不在家里陪丫丫？你说什么？爸爸什么时候辞职的？你是听谁说的？早上爸爸跟刘叔叔打电话的时候听见的。爸爸说他已经辞职了，不再上班了。今天晚上最大的收获就是得到了你的回复。你可以明天来，也可以后天来，但只要你来上班，我也算给美国总部一个回复了。哎，我送你啊。不用了。哎，圆圆，我马上回去。我问你，你现在跟谁在一起呢？跟谁在一起？哦，你是问我现在在哪儿是吧？是不是车上那个女人？我跟谁在一起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也是为了工作嘛。你不要东躲西藏的，我看见你了，在医院外的拐弯道上，你开辆豪车。旁边坐了个女人。好吧，既然你已经看见了，我也不想瞒你。我是跟一个女人在一起，她是我未来的老板，我的新上司。新上司？这么说，你真的要辞职了？不可能。我的辞职报告不是放到田处长的办公桌上了吗？怎么了？你说说可以，说着玩怎么都行。啊，你要真辞职的话，怎么也得跟我商量一下吧。我们也得好好谈谈呀。怎么你就随随便便就把辞职报告送上去了呢？这是我个人的选择，我以后会告诉你的。现在没有商量的余地。你太不负责任了，这个家你干脆别回来了。伸手。Thank you.
这是模拟因烟头引起写字楼、办公室火灾形成和蔓延的过程，您看。对。徐三宝，哎，你把这组数据放到歌舞厅酒吧试试。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不是，不是这样的。哎，目前数据库中只有这一种模式，处长。娱乐场所啊，因烟头引起火灾的起火部位一般都在 KTV 包房内部。这里啊，客人抽烟的多，喝酒唱歌后极度兴奋，烟头不慎落在沙发和地毯上，引起失火的现象相对较多啊。处长，这我知道。这个显示的是一种普遍现象，我想看到一种极端的、一种特别的现象。处长，您所指的这种特殊现象是什么样的？同样是娱乐场所，啊，有开放式的歌舞或多功能厅，啊，也有部分 KTV 包间，但起火部位不是在 KTV 包间，哦，好的，而是在吧台，吧台处烧起来的。哦。时间应该是在歌舞厅下班关门，客人走后大约三个小时之后，这时，歌舞厅吧台处起火了。您的意思是起火部位咱们给它设定在吧台附近，对吗？嗯，是的。好。处长，处长，您看。电脑显示这种现象不存在，不存在，这不可能啊！火灾都发生了，人都烧死了。啊，您误会了，处长，我是说啊，咱数据信息系统中还没有这种模式，所以电脑它现在演示不出来。啊，你的意思是设置的条件，还不对？是，有什么可能性？徐参谋、孙参谋，这样，麻烦你们再加个班，帮我找到一个合理的条件。没问题，处长。好嘞。法官，你们这个火查认定书可真是把我坑苦了，你们必须对这个起火原因进行科学的调查，要不然我就成冤大头了。被告要求重新调查的理由是什么？那理由多了去了。说说，都是什么理由啊？凭什么就认定是我抽烟引起的火灾啊？这个楼上抽烟的不止我一个，二楼有，三楼也有，到底是哪个楼层哪个烟头引起的火灾，它很难说呀。但是在火查原因调查认定书上是你朱三来签了字，你既然签了字，就说明你同意认定书上的结论，对吗？是，没错，我是签了字。但是，我是被陈凯林他们给推理推出来的，当时把我推晕了，大脑一片空白，稀里糊涂把字就签了，就好像坐这个过山车似的，状态不佳，这不能算数。无赖咱也见过。可没见过这么无赖的。记住，用咱们说话的记住。飞哥，从一审开庭到二审，你始终没有否认过你当时是坐在沙发上抽过烟，对吗？ Of course， 我确实抽烟。坐沙发上抽烟就等于放火吗？我自己的房子，我点火把它烧了，我有病啊！别的不说，我之所以上诉，
目的就是希望你们法官能还我一个公正，判决这个火灾调查认证书无效。啊，原告律师有什么要说明的吗？陈班长，我作为原告的诉讼代理人，在这里我想说明一点，在我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相关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法律规定的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因此，被告在上诉中提出的要求法院重新判决火灾原因认定书无效，这是不合法的。法院也不应受理公安消防机构作出的火灾原因认定和火灾事故责任认定具有不可诉性，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应维持原判，被告朱三来应如数赔偿原告的财产损失。凭什么不能诉讼？错了就要改正，判决不公正我就不赔。被告，请你冷静。请被告代理律师陈述。哦，谢谢法官。刚才原告律师说，火灾原因认定书不可诉讼，我不能认同。中国的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公安机关对火灾事故进行调查，认定火灾原因是法律赋予公安消防机构的一项重要职责，是处理火灾事故的责任者，而公安机构属于国家行政机关。如果公民不服火灾原因认定和火灾事故责任的认定，完全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至于你们是否受理，我的当事人也只能听之任之了。但是我之所以代理这起诉讼，并不是对火灾原因认定书本身提出诉讼，而是对火灾调查结论的正确性及可信度提出我的质疑。法官先生，我作为法律工作者，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一直认为对火灾原因的认定同样要依靠事实，也就是说要有充分的证据。但是当下这份火灾原因认定书完全是依据火查人员自己的推理和想象描绘出来的。当然了，本人也听说这是一位国内赫赫有名的火灾调查专家所下的结论，因其赫赫有名，朱三来对这位名人的推断唯命是从，诚惶诚恐，几乎是不加思索的全盘接受了。正如梦醒之后朱三来自己所说的，他被推晕了。这个推不是推倒的推，而是推理的推。朱三来正是在这种似是而非、似懂非懂的形式下接受的认定书。但是这种推理和想象是否和现场取证的物证相吻合呢？是否与火灾发生时的真实情况相一致呢？如果仅仅通过推断和凭空想象就能得出火灾原因认定，未免有些草率了吧。如果把一份草率做出的并带有瑕疵的认定书作为法律依据用于诉讼，未免又太荒唐了吧。我的当事人朱三来先生之所以不服，并非对消防机构所出具的认定书的行为不服，而是认为他们这种调查手段让人难以信服，因调查手段的不科学、不严谨和其过程的随意性，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主观臆断和个人感情色彩。恰恰就是这种主观因素导致在火灾事故调查和性质认定中产生了偏差。如果事实确实如此，这种结论和认定怎么能让人心悦诚服呢？更何况同样被大火洗劫的一无所有的朱三来，当他拿到这种不公正的认定书，他能心安理得吗？他能心甘情愿地去执行法院的判决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当法官
在号称公平公正的法庭上竭力用不可诉这一保护伞来维护一个不公正的认定书，请问法治的尊严又从何而谈呢？一份从根儿上就带有瑕疵的认定书，他能认定出什么来？他的可信度又能有多少呢？而这种认定一旦有了不可诉这把保护伞，那岂不成了一家之言一言之堂了吗？祝三来等之悲苦，那只能是打掉了门牙往肚子里咽了。在此我仅对这种所谓的不可诉表示遗憾。包公先生，我的话完了。最不希望听到你说完这句话，你多说两句不成吗？我请你来这个名律师就是来耍嘴皮子。有理不在声高，我已经点到他们的穴上了，你就别再搅和了。可你说了那么多，人家没接着啊。刚才被告和代理人陈述了他们对本案要求上诉的原因，主要是对火灾原因认定书的调查过程和调查手段产生了质疑，认为不科学不严谨。现在请原告证人对火灾原因认定书给予说明。法官同志，这份火灾原因认定书是由我们出具的，同时也是当事人起火房屋房主朱三来经过认真阅读后由朱三来本人亲笔签字认可，他已经具有法律效力。第二，众所周知，调查火灾原因是公安消防机构通过对火灾现场有关人员的询问、现场勘查、技术鉴定、模拟实验等一系列工作之后，再经过综合分析和合理判断，对火灾原因和火灾事故责任作出的客观结论，以火灾原因认定书的形式体现出来。因此这次对朱三来老房屋起火原因的调查，其正是法律赋予我们的职责，调查过程完全符合法律程序。第三，由于火灾事故不同于一般的灾难事故和刑事案件，火灾现场由于火灾本身的破坏和灭火时的二次破坏，甚至人为伪造现场等因素，造成火灾现场的不完整性和不可逆性。当某些物证如火源、盛过助燃剂的容器等已经无法再找到时，当现场勘查中不能完全直接提取到直接物证时，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火查人员可依据现场勘查的情况和对当事人的询问了解，再进行逻辑分析来还原火灾时的情景，这是火灾调查常用的技术手段之一，也是得到国际公认的一种侦查技术。因此这份火灾原因认定书所做的结论不存在被告所称的任何瑕疵。法官同志，我的说明完毕。法官先生，我想向出具认定书的警官们提几个问题，不知可否？允许提问。谢谢法官。火灾原因认定书中指出，不排除一楼房主朱三来将吸烟后未熄灭的烟头放在沙发上，引燃沙发上的可燃物而引起的火灾。请问，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最初的起火位置是在一楼而不是在二楼？朱三来自己就说过，他醒来的时候看见沙发已经起火了。好，如果我告诉你是二楼住户用火不当或是电器引起的失火呢？二楼住户王某就住在朱三来的顶上第二层，他醒来时发现地板下方有火光和烟窜上来，这说明火是从朱三来一楼房间首先燃起的。那谁又能证明王某说的是实话呢？对呀，谁能证明王凤兰说的就是对的？没人证明。
明这个火是从我家先燃起来的。就是你朱三兰屋里先着的火，我看见的，没错，你可别耍赖啊！哎，王凤兰，千万别激动啊！凭什么你说的话就算数啊？啊，要我说还是你点的火呢？你有证据吗？要证据。对，这一切的一切啊，都需要证据。如果没有证据，就无法证明你所说的情况的真实性。这信口开河、指鹿为马，那就更不可信了。朱三来，我也要问你，你屋里的沙发又是怎么找起来的？沙发，不是，反正沙发是着了，你整个楼都着了，我家能不着火吗？报告先生，朱三来当初在火灾原因认定书上签字，只是承认他自己抽过烟，但他并没有承认自己把烟头放在了沙发上。如果要问沙发究竟是什么原因起的火，我认为不排除二楼起火后，二楼的楼板燃烧后掉下来的燃烧物引燃的沙发。现在休庭。我让宁夏总队战友给捎来的，您跟师傅补补身子，泡酒最好了。凯琳来了，谢谢。哎，师傅，来里边坐吧。哎，你看，这关门弟子啊，啥时候来都没空着手的。今儿怎么想着过来了？碰见什么事儿了吧？有点麻烦事儿。哦，好好。你们谈啊，坐坐坐坐坐，来，这儿坐吧。师傅啊，您这字儿现在值钱了吧？值什么钱呢？写着玩的。来，喝点水啊。谢谢师傅。哎，行了，什么事儿？说吧。是周元的事儿。周元。
程处啊，是小许啊。您让我找的条件我都试过了。说吧，最终是哪种条件最接近我要的效果？程处，是这样的，只有一个条件能达到。如果排除吸烟和烟头这一先决条件，在吧台无人值守的情况下，不排除电路和电器故障的原因。程处，程处，喂，您听见了吗，主任？哎，小雪，小雪，你给的这个条件很有道理，有道理。喂，哎，哎，小雪啊，小雪，谢谢你，谢谢你啊。这次清理啊，一定要仔细，尤其是最下层，要一点点的清理。哦，把灰土分别装袋登记。是。程处，嗯，这是歌厅员工名单。嗯。詹姆斯，能不能把名单上的女员工都找到，了解一下起火前后他们在干什么？顺便问问，他们对这起火灾是怎么看的？他们自认为起火原因是什么？好的。啊，还有，从名单上看，他们没有专职电工啊。你问问，日常电器维修是什么人？能不能把这个人找来，我们谈谈？我这就去办。你是怀疑电路短路起火？这个可能性不大吧？怎么可能性不大？一个月前，我们刚刚对这家歌厅进行过电器电路检查，没有发现问题。你参加检查了？是，我参加了，验收单还是我签的字。那要是电器电路出现的问题，我可就拿你试完了。处长，军中无戏言，我查过才敢这么说。至于是使用不当，还是另有其他原因，看具体情况再说吧。处长，这么说，你把重点放在了查电上了。人也查，刑警队因排除了人为纵火的可能性，积极性就没有那么高了。但是咱们不能光等他们。我刚才不是请张副所长找他们的员工了解情况吗？你认为是人为纵火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现在就像一架天平，人为和意外两个砝码一样重。你的意思是，调查齐头并进？只能这样。我要是不同意你的观点，你就跟我急。我急什么？没有的事儿。处长，你误解了。我不是误解，而是你给我留下的这种感觉，很容易让我误解。怎么会呢？我并没有强调一定是人为纵火，而排除其他起火原因啊。也许你是有这个意思，但是你有一个习惯，不经意地流出来的微行为，却让人感觉不是你所说的那个意思。微行为啊，哎，就是习惯性的，微妙的情感表述和行为语言，不直说，但很直白。处长，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处长，你说我怎么微行为了？周元啊，我不知道我感觉对还是不对啊。你跟柯凡之间的矛盾，已经不是表面的火茶与刑侦之间的矛盾，而是夫妻感情出现了危机。作为处长，老大哥，我想出面帮你们解决好这个问题。谢处长，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别人不愿意惹这个麻烦，而你怎么？处长，我听你的，你说问题出在哪儿？解铃还需系铃人。我看问题在你，你是不是有得理不饶人的情况？你有这种习惯，就是心里服气了，嘴上还要反句两句。只有看到对方彻底闭嘴，柯凡不如你嘴巴来得快，
虽然他闭嘴了，不等于服气。他虽然当时不跟你顶嘴，但是心里积压的总是要发泄的吧？他有气，我还有气呢。我给他几句，就是让他难受一下，记住这个教训。他是记住了，但他记住的不是你们争吵过的内容，而是感情精神上的创伤。这种创伤就像建筑物上的裂痕，如果没有察觉，或者察觉到了没有及时修复，这种裂痕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发展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崩溃坍塌。当然你们俩不会闹到这种地步，可你爸爸跟我说你从小就是这种性格。我想正因为是这样，你习以为常了，不觉得怎么样，但夫妻之间就可能留下这种裂痕和隐患。你说的这都是真的？这只是我的一些看法，你回去再琢磨琢磨。你跟柯凡同龄？是的。因为你是母亲，看上去比他更成熟一些。这又说明什么？这是现代婚姻生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同龄意味着一切都是平等的，都应该是平等的，相互间没有谁呵护谁的义务。如果遇到两个性格相同的男女，一般不会谁让谁，而都是希望对方能够理解自己。这种要求他人理解的心理，其实就是要求对方主动让步，而这种主动让步就是你刚才所说的教训。如果你们俩年龄相差较大，就会出现一方始终让着一方的可能。只要另一方不再有过分苛求，裂痕很快会弥合。如果不是这样，等到家庭的大厦倾斜倒塌时才后悔，那就晚了。处长，那我该怎么办啊？主动点。黄池队长，休庭的理由是什么？哎呀，刚才我去这个法院问了这个案子的主审法官啊，法官认为啊，杨律师所提出的结论也有一定的道理。什么道理？这个法官说啊，杨律师想在上诉中推翻我们的火灾原因认定书不太可能，但是他提出的疑问呢，还是有一定道理。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二楼先着火后掉下了燃烧物，燃烧了朱三来的沙发，还是朱三来的烟头点燃了沙发，这火焰啊窜上了二楼，最终导致了整个楼的着火。我们的认定书上啊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来明确说明，因此啊法官认为啊我们的认定书啊缺少必要的更有力的证据。陪审团的人啊，也有人认为我们的认定书如果是推理推断得出来的结论，说服力是有限的。法官希望我们在复庭时能够做出进一步的、更有说服力的说明。等等。你总让我叫柯凡私下里来帮忙。周处，有新发现。
谁迎来燃情的春天？是谁洒下燃情的热血？是谁诠释燃情的真理？这起火灾跟那只电烙铁有关？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同时对这四粒熔珠进行晶像化验。啊，猫被烧死了。是不是有个叫猫的？你是不是要走火入魔了？就差他。什么？你必须亲自出庭。通过 DNA 对比，那天晚上跳窗的人正是严小凡。我没有放火，过道通往大厅的地方全是烟和火了。你们那儿经常有野猫出现吗？